宁宁，吃啊。难得，难得你们俩聊得来。患难之交吗？永芳，别客气，就当在自己家里。知道了。宁宁，你最爱吃的虾，他怕胖，我吃。还胖啊？这瘦的都前心贴后背了。这不是要结婚了吗？爱漂亮啊。宁宁怎么都漂亮，气质摆在那儿呢，天生尊贵，不比外面那些闲花野草。什么气质啊？残花败柳一指。嗯，这汤真好喝。是吗？小刘。哎，老爷，一会儿啊，把这汤再炖上这样的一锅，给赵小姐送家去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太麻烦了。我是租的房子。要不然你天天到家来喝？还是送过去吧，不麻烦的。啊，放在灶上热热就行了。小刘，快去。哎，唐太太，小姐啊，请。大哥。哎，医院来了，正好坐下来一块吃。好啊，去忙吧。六婶婶，宁宁。哎，对了，宁宁，你身体好点了没有啊？珍姐。啊，忘了介绍了。这位是赵永芳，赵小姐。是我的，我们家宁宁的好友。啊，永芳，这位是唐太太。唐太太好。赵小姐，那气泡料子你还喜欢吗？嗯，喜欢，挺好的。我挑的时候可费大劲了，就怕太老气呢。不怕，赵小姐年轻，穿什么都好看。是啊，珍姐。哎，六没跟你一块过来啊？他在家闲着呢。四爷查账来了，查呗。你不能不管啊，六爷。我人微言轻的，哪什么管？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厂子内账能查吗？这跟我没关系。老六，你这话可过分了啊！六爷呀，你我心里都清楚，这么多年了，咱们是明账一本，暗账一本。那黄老四风火雷急的来查账了，分明是听见什么风声了。我说你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啊？既然明账一本，暗账一本，让他查明的呀。如果连这都能查得出来的话，那还叫明账吗？那暗账那本呢？有吗？你看见了？没看见。反正我是没看见。那金老板压在厂子里那些地呢？记在账上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慌什么？还有那些姨太太压在桌上的首饰，还有张二太太那几个火油钻。钻和金不一样，金有价，成色骗不了人。火油钻是什么？我随便拿几个来说，他是他就是。我说胖子，你这么胖有什么用啊？啊，光长膘不长心眼儿。六爷啊，你是不是不回来管事儿了？想我了？啊，不是吧？你是怕我不回来，你捞不着油水，心疼吧？嘿嘿，那不是，在六爷你的手底下做事儿啊，舒服啊。等我一回来，我就好好查你的账，好好让你舒服舒服啊。那感情好啊，六爷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怎么样？过去躺会儿。宁宁，得赶紧做决定。如果不去洋医院的话，也得找中医号号脉。如果只是虚惊一场呢？万一是真的呢？那就赶紧做掉啊！去哪里做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你怎么会不知道？你不就是……什么？交际花？我有经验。永芳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拿你当妹妹，可是你骨子里却这么看不起我。你要是真瞧不起我的话，别找我商量。谁有经验啊？永芳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呦，依云，你这戒指真漂亮啊！哟，刚看出来。这耳坠还是配套的，火油钻的，老六给买的。嗯。
说到底啊，老六对你真不错。他对我好的时候啊，是挺好的，可是发起脾气来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夫妻间不就是这样吗？我都不想跟他过了。你呀，就是嘴上说说，不是还想替他生孩子啊？哎，怎么样了？有动静吗？嗯，也快了吧。那老中医啊，调得还不错，得先把身体养好。郑小姐，你这要走啊？啊，让司机送送你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上别处去。哎，汤炖好了，回头给你送去啊。太麻烦了吧？段先生交代的。好吧。啊，慢走啊。玉珍姐，就是他呀。嗯，这是看不出来啊，年纪轻轻的，段数倒挺高的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有女人能进大屋平起平坐吃饭的呢。那是看在段宁的份上，他是宁宁的朋友，那能有这么大的面子啊？还管炖好了汤给他送去？玉珍姐，是你要炖汤给他送去的吧？你不想让他进大屋来？什么人都能来大屋吃饭呀，那还要不要清静了？玉珍姐，我当你是亲姐姐，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你呀，宁可让他到大屋来，也不能让老段去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说实话呀，你呀，宁可让他来，宁可让他只是段宁的朋友，如果真要有什么花头，那也是在你的眼皮子底下。可你如果让老段去，以后要是成了习惯的话，那怎么办？段爷爱去哪儿去哪儿，这些年他在外面的花头没断过，就是不能进这个大屋。你怎么会不知道？你不就是什么交际花？我有经验。好想你啊。外婆，外婆，哎，是怡安吗？快进来吧。外婆，哎呦，外婆，我给你倒水啊。不用了，您别忙了，来坐，我自己倒吧。外婆，您这咳嗽怎么老不好？很长一段时间了吧？老毛病了，入秋就咳。喝水。外婆，药吃了吗？吃了。怡安呐，你是来看我的？我总是担心您这咳嗽，过来看看您好了没有。怡安真是个好孩子，怡安是个有心人。你要是我的孙女婿，该有多好！你还在等永芳？永芳是个好姑娘，是我们许家亏欠了她。外婆跟你说个实话，别等了啊！你是许家的独苗，你妈可着急了，别因为永芳把你耽误。外婆，来，吃个梨吧。你也吃，来分一半，你也吃啊。外婆，什么都可以分，唯独这个梨啊不能分，您自个儿吃吧。生离死别都是有定数的，外婆就是放心不下永芳，她命苦。听说金老板有块地压在厂子里，那怎么没记在账上呢？没那事儿，金老板那身家只是进来玩两把而已，不至于压地吧。胖子，我告诉你，你少跟我耍花样啊！至少我不知道，不过每日进账多少，本上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四爷您可以看呢。四爷，咱们只管卸货，这里头装的啥咱可不知道。谁点的？
经常是刀哥，嗯，有时候六爷也来。六爷也来？嗯。六爷清点也是应该的。六爷清点的时候，他起箱子了吗？这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呀！啊，他来了他就查查查查，没完没了的查，再这么查下去，早晚要被他掀底儿。这箱倒是不起，不过啊，总会被抬走两箱。抬走两箱？嗯，说是打点海关的。就这些？嗯。老四，这月里啊，该打点的就打点嘛。不是大哥，这据我所知啊，被抬走的箱子要不然是盘尼西林，要不是钨矿，那全是黑市的俏货，用这两样来打点，这那如果真这样，那都可以通天了。段爷，您的东西给您置办好了。是吗？啊，那太好了。老四啊，你就讨人厌吧。走。哎，大哥，我讨人厌。我六爷啊，不能让他再查了。六爷，你说这笔账啊，那么多年了，让老段知道，老段能放过咱们吗？段爷那是明着不管事儿，暗地里啊垂帘听政。那这黄老四就是钦差大臣呐，你等着瞧吧，将来收拾咱们的就是黄老四，他有尚方宝剑。这老段也够聪明的呀，借黄老四的手来清理门户。别把我逼急了，逼急了我就直接。哼，干嘛去了？你想说什么他都知道，知道又不想听。他走了不方便我们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干嘛呀？讨碗汤喝，也不知道我这买的。长辈，长辈，还是长辈，长辈。吃鱼，一起吃。不，长辈，你脸上的疤怎么还在啊？不许乱说话。小孩子，他不懂规矩。没事，孩子嘛。我今天来打扰你们了。哎呀，不打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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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，我们请都请不到。是啊是啊，别演了，他们怕你怕得要死。哎呦，是啊是啊，很怕他的。这汤不错啊。你说你啊，这属鸡的直肠子，在家里肯定是专挑打的那个。他们就是怕你啊。你不怕？你能把我怎么着？试试，有谁能把你怎么着呢？嗯，那白鹿没再找你麻烦吧？你看，你的事我总是放在心上。哎，真奇怪啊！如果心里要在乎一个人的话，他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，我都会在乎的。你干嘛上我那儿喝汤啊？小户粗食的，能跟大屋的比吗？你看啊，你来大屋呢，算是段宁的朋友。我去大世界呢，那是听歌的老板。也只有去你那儿，咱们才是朋友嘛。哎，就像那位大哥哥啊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永芳，你跟了我吧。不要。为什么不要啊？不为什么，所以不要。那你要什么才肯要呢？有什么是你有我没有的呀？不就钱吗？不就房子吗？不就是吃喝花用吗？哎，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，不都是为这些吗？我都可以给你啊。爱情，你能给吗？你能给，我也得愿意。我知道你心里有人了，会不会说到那位大哥哥？我心里是有人了，可那人是我外婆。偏偏段先生能给的，我外婆也不稀罕。
我说你这倔脾气哪儿来的？原来是祖传啊！你家外婆也稀罕那位大哥哥？别提了，都说了没有这个人。这么说他也没戏啊？没戏，与别人无关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我呢？我不讨厌你啊！啊，我就是不想把自己变成白鹿、黄鹿、红鹿各种鹿，一见到你就跟面条似的，多可悲啊！就这么可悲？图个虚荣就把自己给卖了，新鲜劲儿一过就要被退货，退了货吧还哭哭啼啼的到处骂街，对，还打架，打又打不过，对吧？就是。你挺得意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不让你们这些臭男人得意。领教，领教了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绝对不会跟着任何人。那我跟着你行吗？我知道你不想当外头的女人，不想当各色的鹿，我娶你，让你当大屋里的女人。你也知道厉天跟段宁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也不过问道上的事了，你嫁给我，啥路都不是，你就是段太太。好好想想，想想。哦，对了，徐太太那汤实在是太难喝了，想喝汤，来大屋。一般他早上七点会从官邸这里走出来上车。司机？日本人。我不赞成早上行动，人早上精神最好。对，我也认为不该早上出手，越晚越好。一来晚上常有酒会，他们喝了酒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；二来报社夜里接稿，动静要次日才见报，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谁？是我。收起来。来来来，哎，厉天给咱们带宵夜了啊。大家都饿了吧？厉天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你们在讨论什么呢？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我们大伙儿正在决定啊，把这些学堂乐歌分期登在月刊上。是吗？这是好事啊。是啊。像李叔同、沈新公，哦对了，还有秋瑾女士的《免女权》，这些都应该录进去。说得对。要是这些歌啊，每个人都能朗朗上口，这歌曲是最能教化人心的。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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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。对对对对。买好了一首啊，买好了一首。子爷，您歇着去吧，都站一晚上了。我不累，你累了你歇着吧。怎么弄的呀？这牌怎么发的呀？啊，你这次给我发这样的牌，我怎么赢钱呢？这谁啊？张二太太。怎么说话？你什么态度啊？我要投诉你，叫你们老板出来。就拿这春游和送别来说啊，哎，现在啊都已经传唱开来了。哎，我可提醒你啊，这些乐曲的基本调子可都是日本歌谣改编来的。这有什么关系啊？艺术无国界嘛。哎，最重要的是歌曲的内容。你们想想看啊，男儿自强歌、免女权，这曲曲都是出自咱们中国人，多有意义啊。哎，是啊，是啊，是，我们就是这么想的。李天说的有道理。没错。有这个道理吗？啊。哎，二太太，你别发火，别发火啊，咱们现在是四爷当家了。我管你们四爷六爷，谁当家都没有这个理儿，准押不准赎啊！不过咱们这儿啊是赌场，不是当铺，你说是不是？那这个戒指是我上回押的，英国货，我认的。这二太太，这赌场有赌场的规矩，少跟我来这套。规矩是人立的。各个规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，我不跟你说，去把唐丽萍给我叫来。现在有事找我就行了。那行，是按老规矩吗？啥老规矩？哎，二太太，咱不行。好的，没你事儿。那几块手表和洋火链什么的，就算我赔了，但是珠宝首饰总可以赎回去吧？哎呀，我呀，也不是一个不上道的人。
说好了的，压权赎六。这就是你跟六爷的老规矩吗？没错。胖子，拿出来吧。本上记得就这些。拿出来。算你还是一个懂事的人。您看看，就这些。这什么呀？都是假的，没一样是我的。都在这儿呢。放屁！这些烂玻璃珠子能跟我的火油钻比吗？合着你们是设局来坑人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儿你们不交出来，我去巡捕房告你们。哼！哎，张太太，张太太！哎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明天我们还是在晚上进行，在这个地方会有人接应我们。你们说这事该瞒着李天，越少人知道越好，别给我岔了。可上次这一碗饭运动，那是段少龙的力量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这事瞒着李天也是为他好的。就是。要车吗？来看看这个吧。妈妈，要车吗？走吧。好，给我拿一包。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喜欢哪个？我怕，都到门口了。哎，万一不是，我们心头的石头就放下了。万一是的话，怕的就是，万一是呢？那也得面对啊。走。我陪着你呢，我这药啊得慢慢煎，总是麻烦你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这本来就有待客煎药的，有啥麻烦的？唐太太呀，您也可以自己煎，没别的意思。这煎药啊，就得趁热喝比较好。我呀，都是瞒着我们家那位的，都没敢让他知道。哎，你慢走啊。从麦西来看，该有两个月了。您确定吗？当然，脉象啊是很明确的。段宁，哎，段宁，你别跑啊！怎么办？我这辈子就完了。我这辈子完了。先别哭，先别哭好吗？永芳，你说我怎么办？你说我到底怎么办啊？别着急，我们想想好不好？段宁，要不我们还是找你姨妈商量商量吧。你想害死我吗？可是你不是说你姨妈就跟你亲娘一样吗？告诉她就等于告诉我爸。这是光彩的事儿吗？肚子里的可是孽种，不能留，也绝对不能说。可是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也没有经验呀。你不是说你房东太太，她是硬打下来的？你这身子万一有什么差错，我们俩要是有什么差错的话，死了倒也清净了。总之这孽种不能留，不能留。段宁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陪着你。算算也大半年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哎，这个呀，急不得，该有的时候啊，它自然就有了。有的人呢，他想要；有的人呢，他不想要，都是命啊。还会有人不想要呢？那当然了，你不知道啊。那些舞女交际花，一来老医生这儿看，一号脉，只要有了，肯定就打掉。
真的，作孽呀！他们整天缠着这老医生，让他开一些红花、大黄，这非要把他打掉不成。哎呀，老先生啊，只要一开方子，就会上香拜佛。哎呀，罪过呀！哎呦，真是造孽呀！你说这想要的还没有，有了他还不要，真是，就是啊。哎呀，这药已经差不多了。哎，你呀，到柜上抓些山楂去，这药苦好送药啊。谢谢啊，不谢。这方子呀、啊，大寒，头三天会发虚汗。哎，这孕妇啊，可得注意保暖。这老先生给您开了五贴，千万都得服完。病拿不干净，以后落下病根啊，这一辈子都受苦，想再怀都难了。您可记住了哈。谢谢您啊。不客气，慢走啊。大夫说了，五贴药啊都得服完，一贴都不能少，而且还得小心风寒，要保暖，有好多要注意的东西，必须啊得跟坐月子似的。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我想立贴，万一我真这么死了，我总得先见他一面吧。段宁，别说这些丧气话，人要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如果我真死这事上面了，你听我别说了，我不爱听你说这些。真的，在这世上，就你一个人知道我这么不堪的秘密了。行了，你想见谁见谁去，见完了该干嘛干嘛，一天都不能浪费了。这药啊，马上就……可我不能在大屋喝。丁丁，李天，找我有事儿啊？陪我出去走走好吗？好啊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换身衣服。这什么味儿啊？哎，你别动！我接着药呢。你怎么了呀？我身子寒。哟，那你赶紧歇着去，我帮你看着。谢谢你啊，我自个儿来就行了。哎，要不要给你抓点山楂回来呀？有。哦，那有没有什么忌口的呀？啊，医生有没有说什么忌口的？没有啊。哎呦，这好比辣的呀，腥的呀，白萝卜、茄子，有些都不能吃，那要看你配的是什么药。你配的是什么药啊？啊，我就是夫人病。哦，那白萝卜是不能吃了。李天，你笑什么？我开心呢。你已经很久没有走出大屋了，要不然就是在家里，要不然就是在家的后花园。你现在能出来真好。玲玲啊，开心点，坏事都过去了，忘了吧。立天，如果我不在了，你会想我吗？不会，因为你不会不在啊。我说过，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那如果我死了呢？不准，人家说夫妻同命，我不准你死，你就不准死。好了，你想想看啊，你不是一直希望你爸爸退出商会，远离生意场上的争斗吗？现在梦想成真了。那是用多大代价换来的？再大的代价不也换来了吗？从今以后，你就不是段会长的女儿，你是我唐立天的妻子。立天，我们先不结婚吧。为什么呀？就晚一点。段宁，你不会想悔婚吧？这我可不干啊。
你可别蹉跎了我的美丽青春，你是想把我拖到人老珠黄是吗？你真好。宁宁，我是希望你能像以前一样，有一点骄纵，有一点任性，总之什么都好，就是想把日子过得更带劲儿，好吗？我努力。我饿了，咱们去吃好吃的。这回事啊，对呀，我亲眼见到他在柜上拿打胎药呢。哎呀，那也不能说明什么呀。啊，还不能说明啊？那伙计都说出孕妇两个字儿了。哎，你说这女的她倒也怪了，竟然都已经怀上段爷的孩子了，她居然还不要。她没怎么踩我，也没给过我什么好脸色看。未必是段爷的啊。不是段爷的，那他可真够。哎呦，你说你这个人吧，捕风捉影的事儿，可那也假不了的呀。要不好端端的，他去拿那个打胎药干什么呀？再说那个中药铺煎药的大婶都跟我说了，老有那些不正经的女人去那儿拿打胎药呢，搞得那个老中医整天烧香拜佛的，你说罪过不罪过呀？行了，依云，你净掺和那些事儿干嘛呀？可不是我爱掺和，珍姐。我这巴巴的跑到这儿来，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呀、啊？瞎说什么呀？你就跟我见外吧，你那一门心思啊，烂在肚子里，早晚把自己给闷死了。我说错了？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珍姐你的心思啊？他是我姐夫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段宁妈都过世多少年了？我嫁给唐丽萍的时候，她早就不在了。这个大屋里面。我最认的就是你了，我一门心思都是向着你的，我也没把你当外人啊。可你老也不跟我说心里话，你让我怎么说呀？有些事，有些话，说了，说破了，难堪。哎呦，我的姐呀，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宁宁，我们还上哪儿去走走？嗯，你知道永芳家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不知道，他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，我爸不是让你送他回家的吗？那是司机开的车，我没怎么记录。啊，你找他有事儿啊？啊，我就是想找他聊聊。你对他家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？不能乱说话啊！说什么？就是不许说大哥哥的事儿，听到没？嗯。一会儿他们来了，你就闭嘴，什么也不能说啊！嗯，乖。到了，来了。永芳，来了。好了，丽婷，那我先和永芳聊聊，你先回去吧。是啊，屋子太小了，就不请他进去了。回去吧。走吧。大哥哥怎么不进来呀？大哥哥
啊，我这来的人可多了，说的大哥哥就是你爹啊。是的，要是苦的话，还有山楂送药呢。来，我怎么觉得我像妓院里的老鸨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这药是一定要喝的，肚子里的孽种绝对不能留。别一口一个什么孽种的，不就是孽种吗？这药喝了以后会怎么样？我的意思是说会有什么反应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这药得连续喝五天，还得卧床。要是我连床都起不来了，怎么到你这里来喝啊？而且还得有忌口，这在大屋行不通啊。住到外头去？我想到永芳家住几天。为什么呀？住在这儿多舒服啊。我就是想去外面住住。这不太好吧？这多打扰人家呀。不打扰的。赵小姐，不方便吧？方便，方便。宁宁，你要懂事些。你看人家赵小姐比不上你的，人家要上班工作的，你这一去，人家嘴上不好说，心里着实不方便的，是吧，赵小姐？真的没有不方便，不过我们家是租的房子，就是憋屈了点儿。你看是吧，宁宁，别为难人家。哎呀，真的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刘嫂，帮我把东西收拾一下。哎，好嘞。赵小姐，好歹你是在外面跑见过世面的人，宁宁单纯，你就别跟着她瞎起哄了，好吗？永芳，上来啊！赵小姐，高抬贵手吧。我。四哥在查我呢吧？下你的棋吧。哎呀，我这条大龙就快活不了了。眼位不够啊。大哥肯气两子儿吗？我气两子儿倒无所谓，就怕你啊看不清全局。大哥都肯气两子了，我怎么会不懂事儿呢？段爷，家里来电话了，说找您有事儿。知道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他什么出身背景啊？交往的都是三教九流，多复杂呀！哎，你这话说对了。我可是三教九流的头，我天天跟段宁见面，怎么了？你不一样，你不是他爹吗？既然我是他爹，我说了算。要是我姐现在在，她也不会乐意宁宁跟这样的人交往的。你能不能别老把你姐抬出来啊？如果你姐姐今天在的话，也不会出那种事儿。少荣哥，这罪我扛一辈子我都认了。那你就别再啰嗦了。少荣哥，你能不能醒一醒啊？你不能因为你喜欢他就让你……你给我闭嘴！我段少荣还不是一个见色就发懵的人，
我让段宁跟他交往，不是因为我喜欢他，我喜欢的人多了。我让谁靠近过咱们家宁宁？对不起啊，没事儿，他这么想也是正常的。我不光喜欢他，我还敬重他，你心里很明白这是为什么。我们家宁宁还是头一次走出这大屋呢，行李都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出门要懂事。永芳，我知道，放心吧。啊，我送你们。走吧。哎，永芳，永芳，我来吧。孙玉珍看到她的世界正一点一点地瓦解，赵永芳不但可以轻易地走进来，更可以轻易地将段少荣父女带出去。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家人，而自己虽身在大屋，却像个局外人。